今日同大家一齐睇下伦敦松 2 真正地铁站上方嘅楼盘 Charles Park 最新嘅一加一示范单位。首先入到嚟，右手边就系 Utility Room 放洗衣干衣机，仲可以摆下洗衣篮同埋吸尘机。玄关位置可以摆张台仔放下锁匙，仲有个细细个嘅 Storage Room 俾你摆箧。跟住就入到 Bathroom 啦。由于呢个系两房一厕嘅单位，所以配备咗浴缸，四面墙铺晒砖之余，亦都做好晒镜柜，方便你摆嘢。重点入嚟睇下间主人房先。除咗双人床可以三边落床之外，亦都配备咗四门嘅入墙大衣柜。睡房向南，所以采光超靓，可以望到 O2 同埋一望无际嘅景观。虽然话系一加一单位得六百几尺，但第二间睡房都可以三边落床，摆埋衣柜都仲得。一齐睇下客饭厅嘅空间，第一眼望落去觉得超级光猛，个 L 型厨房同普通嘅两房根本就冇乜分别。当然亦都配备咗全屋嘅 Bosch 家电同埋 Stone Worktop， 只系饭台位就细啲，两个人住就啱晒啦。现时呢个松 2 屋苑六百几尺嘅一加一单位都只系由50几万英镑起，一落楼下就有五条铁路线，升值潜力极高，心动不如行动，快啲同我哋约睇楼啦！